之前说来我家是路过，这也路过太多次了。你该不会是喜欢吧？你从来都不知道喜欢是什么感觉。想学我可以教你。本座不需要一条受伤的龙来教你。彼此是气息相连。别动。启禀阁主，一阵龙妖闯入罗峰阁结界。擅闯罗峰阁，你可知是重罪？九天之上，谁能挡？你很清楚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龙王，你去哪儿啊？脱了吧。龙王还怕他？